新北市长侯友宜八号到政大和学生座谈，迎接他的是毫不留情的抗议，但场内问答还在等着他。你目前代职参选总统，请问您跟韩国瑜有什么不一样？同学所提出来的关键问题，又绕回到所谓吼吼做代级的核心理念上。那我现在想要再次请教侯市长，一中政策跟一中原则的差别是什么？求来就必须打，侯友宜出动吼吼做代级之术，面对问题，整场回答都是绕呀绕，网络上嘲讽影片立刻疯传。我先回答低薪高房价的问题，再回答刚刚你讲的呵呵这代志哈，再回答你的呵呵这代志哈。网络影片剪接部分片段搭配字幕，对侯友宜的答非所问，只能送他好几个大大的问号。为什么贵党要操作票投民进党，青年上战场？敏感的国防两岸题来了，学生们洗耳恭听，但。两大国在对峙过程当中，产业链壁垒分明，美国有惩罚性关税。国防，眼看侯友宜准备离题，提问的学生忍不住直接打断，要侯友宜正面对决。而即便只是讲述政策，年轻朋友，因为现在两性平权都要上班，两性平权拢爱上班。侯友宜学生对谈初登场，影片留言反馈一片惨况，有人说看了三次还是不懂，我看了什么，我是草包，底下更刷一排答非所问，听不啦，下面一位，更多人留言好的我投科，只能文哲，酸度破表，就连自己人都摇头。学生就有他问 A 答 B， 那个其实是伤蛮大的。这个第三，侯友宜进校园震撼教育，抢攻年轻票，这学分似乎该好好重修。经济新闻李廷鹏、志华仓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